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大概是五天前，亚瑟和莫甘娜两人走在一条阴森狭窄的小巷里。哎，这里感觉怪阴森的，你到底要去哪里呀？老实说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？我在 Google Map 上乱滑就，看到家的占卜店了。啊？反正来都来了，尝试一下嘛，看起来超猛的。亚瑟和莫甘娜两人在半推半就之下，还是进到了占卜小屋。哎，这里感觉真的很像那个人蛇集团，全部都是黑的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哎，哎，哎，这有点黑，大声一点，我听不到。哈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干，这里太黑了，我听不到啊。太黑了，应该是看不到才对。我怎么会交你这种朋友啊？你们有什么事吗？不好意思，可以先把灯打开吗？这样有好一点吗？哎，不是，这灯也太亮了吧！灯给我开一半就好，不然那种恐怖的氛围又不见了。好了，那你们来这边要做什么呢？我想要占卜。你也太直接了吧！拜托啦，我们都进来那么。都进来了，你不想尝试一下吗？你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？而且，况且你不来做的话，我们演不下去了。对，好啦，感谢你啦。想占卜可以，但我这里不用塔罗牌，我只用扑克牌来占卜。反正来都来了，试一下也无妨。哎。我想问，我想问我的政治倾向。你在这里问这干嘛？那就请抽出我面前的一张扑克牌吧。这张。哦，哇哦，各位，是一个绿色的时钟哎。等一下，我拿错了，这副才是真的啦。不是，虽然看得出来什么，但还是很糟糕吧。好准哦！我靠，真的假的？他怎么知道我是民进党的、啊？我蔡英文的粉丝、欸，真的假的？超英文。那你有想要问什么吗？好，那我要问问题。我想问我未来会长怎样、欸？哎，我该不会除了亚瑟之外就没有别的朋友了吧？这么明显的事情还需要问吗？看来你的未来会过得颇悲惨的。那如果你们想要继续的话，就请抽出我面前的两张扑克牌吧。我是一张四跟一张七。哦，不会吧？各位观众们，两张 A 呀、啊，谁呀、啊？这叫做德州式占卜，抽到两张 A 的，代表你会很好运。抽到一张四和一张七的嘛，什么都组不出来，看来你未来会过得颇悲惨呢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占卜嘛，这根本就是德州扑克嘛。哎，别激动，他还没讲完了，你看我还有很多想问的、啊，你就不能再多陪我一下下吗？拜托了，很痛耶。如果你们想要占卜的话，对着这个水晶球，默念你们心中想要知道的事。未来，未来，未来，嘎嘎乌拉乌拉，嘎嘎呼啦呼啦。女巫念完咒语后，水晶球马上浮现出了画面。水晶球这有点漂亮哎，我操！哎，哎哎哎，走开走开！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啦！在水晶球里，画面出现了许多食物。哦，不对，
画面逐渐变成了一个性格直爽、玉树临风、待人处事亲切、热爱高歌和高歌礼席、善于挑战公权力的男子，拿着扫把在公园里唱歌。哎，亲爱的，谢谢你爱我，虽然我真的很帅啊、哦，刚呼唤，真是太爽了，他们。接着又出现了一位西装笔挺、身穿纯白色衬衫，感觉像是一位成功人士的人走了过来。哎呦，这不是亚瑟吗？好久不见啊！哎，这不是莫甘娜吗？哎，怎么长那么高啦、啊？哦，天哪！我刚好、啊、看你最近过好像挺不错的，我刚好有一些大麻烦，还想请你帮忙。他们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但是呢，现在开始跟我个人咨询，需要花一分钟3000元。哈，您当作是林北是收家做的哦。啊，不管啦，定金拿来。哦，那你真的很麻烦呢。嗯，给你。啊，好啦，我想问，要如何说服别人啊？我最近啊要去选举了，我想选民都投给我。他们哦，原来是这个部分啊。好，但我们正式进入主题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人为什么要走路？难道是因为他有双腿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当然不是，是因为他有要求，还有欲望嘛。你们现在想想看，有一个人他走进了肯德基店里面，难道是因为他想要走路吗？怎么可能？那难道是因为想要吃炸鸡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那更不可能了，好吗？所以问题来了，他到底走进肯德基店里面干嘛？是因为蛋挞嘛？是因为他想吃蛋挞的欲望嘛？是因为蛋挞啊？对对对对对对，蛋挞蛋挞。哎，不是啊，哎，可以直接进入重点吧？他们。好啦，那我们正式进入这个问题。该如何让人民幸福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3个步骤就好了。哪3个步骤呢？首先，你必须要了解人民的欲望，并进一步的满足它。如果人民想要唱歌，就盖 KTV； 人民如果想要吸大麻，就让大麻合法化；人民如果想要……刹那之间，有一个怪人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我乃时空怪客，来无影去无踪。我就像是杀人蜂，最喜欢是剪铜板。我觉得这样不行了啊！你那个，我要去剪铜板，就没有押到韵啊。好，我觉得不行。哎，不对，等一下，现在是团体諮商，你要加钱。都不要再吵了！你们两个竟敢嘲弄我！我要毁了你们 ，Miska、Moska、米奇不妙屋。因为亚瑟惹怒了大魔王，大魔王对亚瑟和莫甘娜施下了诅咒，变成了老鼠。啾。看完水晶球内的故事，三人回到了现实中。哎，怎么办？他看起来想要毁掉我们的未来哎。哎，水晶球有点漂亮。这句话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啊？哎，不对，女巫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他是谁？孩子们，说实话，我认识这位时空怪客。什么？看水晶球吧，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个故事。水晶球。有点漂亮。好，够了。在水晶球里，女巫展示出了她以前的记忆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米妮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以占卜为业的她，占卜小屋总是挤得水泄不通。
而他也有一个相恋数年的爱人，叫做米奇。虽然米奇没有工作，但他总是在帮忙米妮做生意。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哦！占卜便宜算一次3999，3999。而在占卜小屋关店时，米妮发现了占卜小屋前放着一本书和一副扑克牌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米妮拿起书和扑克牌，坐到了一旁的椅子上，开始研究了起来。今天的我还是要很帅呢。哎，宝贝，你在做什么呢？宝贝，我刚刚发现一本关于德州市占卜的书，看起来很灵验哎，你要来试试看吗？真的假的？好啊，感觉超酷的啦。那你要抽出面前的两张牌哦。哦，是两张哎，宝宝。我来看看哦。书上写说此字许仙，不对啊。我翻到了。书上写说，如果拿到 ACE 卡的人会获得无穷无尽能量，可以掌握大大小小事情啊。真的假的？宝贝，你等我，我会去赚很多钱回来的。哎，米奇，你等等。米妮话还没说完，拿到 ACE 的米奇早已消失在米妮眼前。随后，在街道巷弄中都贴着通缉米奇的传单，米妮为此感到忧心不已。我的丈夫怎么会被贴在通缉单上？谁快来救救我丈夫！我丈夫受到 S 卡力量影响，现在已经黑化了。这时，有位美丽且温柔大方，并能在一旁协助米妮的人出现了。哎，没有人经过这里，就是你。哦，好的，小姐，毕姓侯。接下来的对谈时间将以每分钟60个绿宝石作为计算。好，那请问您是遇到了什么问题？好，我等等刷卡付费。我想问，我丈夫受到 S 卡力量影响，应该怎么救救他？啊，这确实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呢。拥有 S 卡相当于拥有了穿越时空的能力，看样子要解决它就只剩下一个方法了。真的吗？是什么办法？你得要在未来找到被米奇力量所影响的那个人，并且用神奇的咒语把 S 卡的力量封印起来。那咒语是什么？好，我已经把咒语告诉你了，接下来就是等未来的那个有缘人出现了。就这样，米妮一直等啊等，等待神职人员所谓有缘人的出现。见了女巫嘞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她出来了，她会冒烟呢，她会喷干冰。没事。好了，故事说完了。现在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们要先听哪一个呢？好消息好了。好消息是，你们呢，就是我的有缘人。根据我的火眼金睛是错不了的。坏消息则是，如果你们不帮助我的话，你们的未来就会像水晶球所显示的那样。
我怎么觉得两个都是坏消息啊？好吧，既然我们那么有缘，那我们就大发慈悲的帮助你吧。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，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女王我，可爱又迷人的邪恶反派我，莫甘娜、亚瑟，我们就是贯彻时间的救世主。但不确定明天会不会等待着我们。就这样喵。呵呵，看来你们很喜欢神奇宝贝。好了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对抗大魔王的方法吧。接着，女巫就将很喜欢神奇宝贝的二人组带到大魔王常出现的地方，等待着大魔王的到来。哎，这里感觉超毛的耶！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我们要怎么引诱大魔王出现啊？他这个人呢、啊，最喜欢钱了，往地上丢块铜板，他就会来了。不是，为什么破除魔咒还要花钱呢、啊？是不是在诈财啊？太少了，他因为 S 卡的力量已经变得非常贪婪了，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。这时，天空突然刮起了飓风，雷声不断，并伴随着一种邪恶又有点恶心的笑声。傻眼呢、欸！去无踪，我就像是杀人蜂，最喜欢是剪铜板。哎，你还是没有压到运呢。都别吵了，现在 S 卡的力量已经完全被我转化，现在我要统治这时空的我。哎，你忘词了啦。我要掌握这时空的秩序，成为宇宙的王。哎，女巫，我看到我来了，我们要念咒语了吗？等一下。我跟曾经的老公讲一下话嘛。哼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是你老公，我终于又见到你了。你知道这几百年来我等到花儿都谢了，为什么你当初要抛弃我？老婆，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。从我拿到意识卡的那一刻起，我仿佛得到了无限的能力，但没想到这股力量太强大了，分碎了我的心智。但你要相信我，我是为你好啊，米妮。愣着干什么呢？念咒语啊！哦，念咒语，现在是吧 ？OK OK， 等一下，各位看到大魔王了吗？我们的咒语就是：捣蛋鬼别捣蛋，跟着我们一起念。三二一，来！捣蛋鬼别捣蛋，捣蛋鬼别捣蛋，捣蛋鬼别捣蛋！哎呀，这个咒语有点太长了，虽然这样也挺可爱的。谢谢你们帮助我，不但让我找回了我的老公，也拯救了这个时空的未来呢。我害羞了，骗你的。我们未来差点就要变成老鼠，你怎么还那么高兴啊？没事啊，还不是活下来了。为了感谢你们，我决定把这本占卜书送给你们。此此许愿，不，这真的可以送给我吗？太 fantastic 了吧！哎，不要小心你变成下一个时空怪客啊！啊，这么棒，对不对？物理实验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啦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勉强陪陪你啦。哦，各位，我忘了个东西。没有，想跟我们一起回米奇妙妙屋吗？那就跟着我们一起喊神奇的咒语。
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来！米奇看 Mosca 米奇妙妙屋。快跳，一起跳起来！耶，好帅！我看他们跳起来，挥起你们手！耶、yeah! ！